到一个甲伫台北无同的气味。伫咱这个所在，我闻到真正的台湾味。来到台南，予我感觉真温暖。各位富城乡亲，各位战友，大家晚安，大家好。2004年，咱阿扁啊选总统连任的时阵，伫咱原台南市赢连战赢15%的选票。我伫遮要问大家，明年正月十四，15%有够无？15%有够无？啊，若无要赢偌济？我来算过哦，拄仔大家咧话讲，咱明年定会输的，拢总要甲套倒来。那安尼，伫咱台南，伫咱府城，爱赢双倍。所以明年正月十四的选举，咱伫个咱府城，咱总统的选票，咱上届无，爱赢咱的对手30%，好唔好啊？30%，好唔好？187场，我用两冬过4礼拜的时间，我行的路会使射地球1.5年。187场内底，我每一场拢在想讲，会来到咱现场，咱这的台湾的乡亲，甲无来的人有啥物无共？有啥物无共？咱伫现场的人，甲无来参加咱活动的人，上界大的无同，就是咱拢是上界有台湾心，对不对啊？咱拢是上界认真，上界打拼，咱来做一个台湾国家主人，对不对啊？因为咱遐尼打拼，咱遐尼认真，所以咱是上界有权利要求这个政府。你会使，予咱的农民辛苦种作，但是你爱予咱的农民欢喜休息。你会使予咱的农民流汗，但是你袂使予咱的农民流目屎。咱上有权利要求这个政府，咱的劳工只要伊肯做，你袂使予伊无头路。咱上有权利要求这个政府。咱的学生啊，只要伊肯打拼读书，你袂使因为伊厝无钱，互伊读袂落。咱更加有权利要求这个政府，作为一个认真打拼的台湾人，咱要去伫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咱拢会使大声讲出我是台湾人，对不对？所以明年正月十四之前，咱伫个府城。要赢对手30%，咱要用这30%的选票，甲马英九讲，马英九，你的无能，台湾人无法度阁忍受啊，对不对啊？咱要用这30%的选票，甲全世界讲，咱台湾要成做一个正常、独立、有主权、有尊严的国家，对不对啊？还过50几天，我相信今仔日来到现场，咱所有台湾派的战友一定坚持到底，一定认真打拼。伫个遮，我要问大家，伫明年正月十四关键的这一天，你要成做民进党的分身，你要成做高宽敏、蔡英文？苦甜才的分身，替民进党扭10票，请你举手一下；要替扭20票，嘛请你举手一下；要甲票投予民进党支持蔡英文、支持苦甜才，请你举手，拢总举起来好无？明年正月十四，各位会记哩，咱就要用咱即马举起来这支手。咱要做回来改变台湾，好唔好？所以伫个遮，我要
要提醒大家几项代志。第一，咱过去台湾四届的总统选举，拢有20%的人无出来投票，也就是讲，在咱所熟悉的五个内底，有一个未出来投票。所以，我要拜托大家认真吹，注意吹。在咱所熟悉的人内底，有人感觉讲，倒一档做无差，想做总统，跟我无关系。咱从这人拢甲揪出来，明年正月十四，甲咱徛共边，徛共国，做个改变台湾，好唔好？要一项，咱知影即马，少年人20-30岁这人，对政治较敏感，投票率上低，所以。我伫遮嘛，拜托每一个咱今仔日伫现场所有的朋友，恁厝的时势，也是你所熟悉20-30岁遮朋友，爱讲互因知，讲互因听。即阵若无甲变，咱的少年人未来无做梦的机会。作为一个认真的台湾国家主人，咱即嘛上大的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跟我们同样有做梦的机会，所以明年正月十四同样说服他跟他们揪做伙跟我们站同边站同国做伙改变台湾，好不好？187票，我们哪走哪有信心，哪走哪有信心，不是因为站在台上这些人厚啦，是因为我伫全国每一个所在，拢看到，甲今仔日伫现场，咱遮乡亲同款，恁带着恁的热情，带着恁的意志，带着恁坚决要改变台湾的决心，到这个所在，所以予我真大的信心，我就继续行落去。我哪行哪有信心，是因为拄仔大家看到，咱遮少年的志工。因对网络的世界，对电脑的世界，行到这个所在，因要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咱的台湾。我哪行哪有信心，是因为拄仔大家看到，像柯中成教授、像吴英仪董事长这款，咱台湾派上界优秀的学者，原底因家己的生活会使过了真舒适，因无需要很辛苦。但是为着台湾的未来，因做伙行出来，我哪行哪有信心，是因为咱这个运动是由一个咱所尊敬的长辈伊来领导。伫过去的50天，每一届当咱台湾面对着关键的时阵，咱拢是看到伊头一个站出来替咱台湾人讲话。过去50天的打拼，不是为了家己，是要让咱的台湾成做一个较幸福、较正常的国家。过去50天的打拼，是要让咱的子孙啊过了比咱国家好。最近，伊为着要鼓舞大家，明年正月十四之前非也不可。伊讲小英也无调，伊要剃头出会场。各位，敢无？咱敢好去剃头做会烧无？敢无？敢无？我行啊，对足侪人关心。王欧里桑，你的头毛留咧较好看啦。那欧里桑真有决心，伊讲袂啦，明年之前咱一定赢。所以今天，大家若看到欧里桑的时，拢会甲我一声台湾加油！伫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现场咱所有的好朋友，甲我做伙，用咱台南人，用咱府城上界大的热情，咱做伙来邀请咱台湾欧里桑。